你来的正好，签个字就行。哎，不是，你干嘛？我们不是说要离婚的吗？你想的到什么呀？答应补偿给我的钱还少20万，还完再离婚。我现在都这个样子了，投资失败，外面欠了一屁股外账，把检测房都给了你，你还想怎么样啊？这都是你应该的，你欠别多少跟我没关系，但是你欠我的少一分都不行。还有啊，当初嫁给你本来就是冲着享福去的，同甘可以，共苦啊就算了吧。这时候就别沾亲带故提什么兄弟了啊，我也不宽裕。这10万块等我好了，我一定把这点欠你的，加上这个连本带息还你。你记住，我不是在帮你，我是在赌你。孰重孰轻，我只想让你尽早一些还我那100万。好自为之吧。那段时间我白天跑工地，周末跑业务，晚上跑外卖，我相信自己一定可以熬过去。翅膀拍打无畏的远方，这点吃的和用的给你放这儿了。哈哥，你怎么每次过来都带这么多东西？谢谢了。别想多了，这是别人送给我的，反正我也看不上，扔了是扔了，走了。抬起头来去顺从坚强，只为了向阳飞翔，重新出次头。你们两口子有意思啊，不是还完一遍又还一遍？还完了，谁还的？你老婆还的，你不知道吗？前你老婆已经帮你还完了，她没告诉你吗？我想要飞。老七啊，你那100万弟妹已经替你还过了。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？这些年她太了解你这个臭脾气了，她知道你不可能在账户跟我借，还有当初那10万块钱也是弟妹让我给你的，她只能用这种方式了。那当初那些吃的用的，对，那也是她让我给你的。哎，小伙子，你谁呀？我谁啊？你谁啊？徐小诺呢？你说小诺呀，他把房子卖给我了，我看他一个人无家可归，挺可怜的。现在没事就帮我干点活。哎，你回来了。没想到你为了帮我走出低谷，默默地在我身后做了这么多。我知道你投资失败，不想让我跟你吃苦，但你休想把我赶走。我只能帮你偷偷洗洗衣服，还有你的手机，我看太破了。所以，你好，请问你们这里是以旧换新，人均6折吗？是的，我先给您旧手机估个价，等下可以直接抵到新机里。我们全国有900多家门店，还有上门服务，很方便的。现在点击左下角，马上预约到店换新机。好，那就给我换这个新手机吧。不怪我。